the Shohei Ohtani strikeout. Swing and a miss. Got him. 奋力一击，球飞向远方。日籍球员大谷翔平投打坚韧，成为二刀流传奇。まあ本当に二つできると思ってましたか。Kids can dream to hit home runs and strike guys out. It's hard to draw your dream and go and achieve it. This.Should be in the Hall of Fame. 传奇球星大谷翔平首部纪录片近期公开首支预告，里头超大咖嘉宾以及大谷翔平辉煌战绩背后故事与心路历程一次公开。昔自分がね、すごい選手を見てた。いう感じで彼も見てます。许多棒球明星通通参与，就是因为大谷真的成为炙手可热的传奇。毕竟光是2023年战绩击出44轰，获得美联全垒打王，打击率3.04，95分打点和20次盗垒，在投手抽也有10胜5败，防御率3.14，132局中投出167次三振的好成绩。而近期更被大联盟票选为2023年最杰出球员。Surreal, kind of an alien. 選手たちに選ば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自分にとって、まあ、大きいことですし、すごい光栄なことです。无论投手打者都对他的表现感到钦佩，大谷也用自身实力得到认证，如今正式成为自由球员，折合台币约161.5亿等级的合约战争战准备开跑。随着纪录片和最佳球员纷纷加冕，大谷翔平的二刀流之路未完待续。 TVBS 新闻庄雪林文台北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